大家好，我叫潘丁啊，我想是我日西大学不足好结果的日西人啊，今天我们想采访西隆坡大学的一些实习学生啊，以学习他们的普通话日西。好的，我们走吧。叫亚夏自己吗？我叫阿飞，我是龙车 Z 的学生。你哪学生吗？入学有毛七百。你零级的有毛七吗？是的，因为我的爱好是的有毛七。你能得起吗？爱好是什么？我也喜欢唱歌和跳舞。哦，有趣！你能告诉我们你的舞步吗？对不起，我在镜头前海水。啊，那也行。你观察在哪？的舞步区。我有 Sri Gombak 的 Cinema Club。啊，你能告诉？我们方向吗？装车里一直走，然后在第二出口走，然后右转走，在那里您将看到 Cinema Court 的招牌。谢谢，我回来看你有有喜欢，不客气，当然，过来支持我。谢谢，不客气。你好，你好。你能认识这家不是吗？我叫盖罗，我是工程系的你学学生。你今天有什么样的活动？办教学和我进行的交流讨论。那要去哪里？在图书馆的讨论室。是的。关于晚上如何进行目标教育的话题，我打算参加。那要在哪里执行？在杨道社一号。哦，我也想参加。好吧，那到时间。当然。谢谢，不客气。你好，你好，你能介绍一下自己吗？我叫 Umar， 我是工程系的学生。你要去哪里？我正在去集学。你打算买什么？我打算买一双袜子和一个帽子。哪个能要花多少钱？我想大约十五零几的。那很便宜。我知道，对吧？希望你能晓得这样的东西。我也这样希望。谢谢，不客气。
你好，你好，你能介绍一下是什么？我叫阿一丹，我是龙兴西的学生。你好想，应该叔叔你好，我怎么笑了？所以我不舒服。你要住医院吗？是。我想修改，医生认为我发烧需要。那很好，爹王是按照医生的处方，服药，有。好的，快点好起来。谢谢你的希望。别担心，也谢谢你这小时请采访。目前我是的方丈，我们可以的就修修炼，这里的道啊，读书、人生对普通话都有很好的掌握。我希望他们在普通话可能想能阅读好整齐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。谢谢你。